大家好，欢迎收看港湾播报。今天是温哥华时间9月21号，我是 Grace。不知道有多少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收到信息威胁你，如果不交税就来拘捕你。如果你按照号码拨回去，会有称作是来自 CRA 对你进一步进行恐吓。有时他们只是想要700块，有时金额会高达10万元。据统计，在近5年来，至少有6万加拿大人接过这样的诈骗电话，总额超过了1000万元，被列为加拿大史上最大的网络诈骗之一。CBC 对此做了详细的探究和调查，追踪了一些电话来源，发现很多都来自一个在印度孟买脏乱社区中的一栋低层公寓。当工作人员想前去询问欺诈者时，当地合作的调查员发出了警告，里面团伙可能持枪，就算在印度最大的城市也会有被追逐的危险，这片区域并不安全。来自印度当地的网络诈骗调查局表示，他们只不过是金融恐怖分子，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一个大行业。最受欢迎的猎物往往是老年人和新移民，他们最容易上钩。诈骗者的威胁包括很多，不交钱就拘捕你，丢掉工作，扣押财产，甚至还会涉及到小孩，剥夺孩子的抚养权等等。他们是个组织，环环相扣，从接通电话开始威胁你要钱，通常是数千加币，交完钱便可移除你的名字并减少罚款。如果接电者同意，便会转移到下一步骤，继续列出威胁并详细告知你如何转钱。当询问到你的名字和住所后，诈骗者会用地图软件锁定你周边的银行，然后指引你到这些地点。有时甚至还会装扮为你会计公司的工作人员，确认你的账户确实欠款。在你接电话的同时，诈骗团队的其他成员会搜寻关于你更详细的信息，然后用这些信息来向你证明他们的正规性。这些诈骗团队很多都是年轻人，可能就20多岁。当然，会英语且熟悉西方文化，在这个领域是必备的技能。诈骗集团的前员工，目前是一名告发者，表示，做这个行业工资是丰厚的，有时候你一晚上就可以赚回一整个月的正常工资。你从加拿大人手里骗的钱越多，你收入囊中的钱也就越多。在其他地方工作是不会有如此丰厚的酬劳。加拿大联邦警察 RCMP 在声明中表示，欺诈是一个无国界的全球性问题，我们通过与各市省和国家执法部门合作， RCMP 致力于预防、侦查和制止影响加拿大经济的犯罪行为。联邦警察机构补充说，打击这类犯罪的最佳方案是预防，加强公民意识是防止加拿大人受害的最有效途径。 CRA 在官网上提醒大家，不要在语音信箱中留下任何个人信息。 CRA 是不会使用侵略性语言的，或者威胁纳税人有可能会被逮捕。如果你有任何怀疑，建议挂掉电话，上网查看自己的账户，或者打电话来确认。列治文 Garden City Road 附近一幢正准备重建的空置独立屋里面，周四早上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皇家骑警证实死因可疑，已经由卑诗综合凶杀案调查组接手处理。 IHIT 指死者是警方熟悉人士，现正了解死者的身份和背景，以及他为何在该空置屋出现。发现尸体的独立屋位于列市 Ordinary Road， 离开花园城市路仅100米，该路段也是附近居民出入的必经之路，因此周四警方封锁该路段后，不少居民被迫绕行。据 IHIT 发言人张勋表示，周四早上8点半，列治文警方接到市民报警，指在 Ordinary Road 的9000号路段一幢独立屋里面发现一具男尸，当局检验后发现死因可疑，所以通知 IHIT。现时 IHIT 正连同列治文重案组、卑诗法医服务处以及综合法医鉴定科展开调查。他表示，警方周五将继续在现场寻证。张勋还透露，发现尸体的是死者一名到访友人，而通过在现场找到的证件以及警方随后查证，证实死者是警方熟悉人士，曾经在多宗事故中与警方有接触，但暂不会披露他的身份，现正寻找死者的家人。他呼吁市民，如果认识死者或者知道他的背景以及他与现场地址的关联和什么人为敌，又或者在本周三晚上或者周四早上看到或听到有任何可疑状况的话，请和 IHIT 联络。至于案发独立屋已空置一段时间。有记者问死者生前是否擅自占用，张勋表示有可能，他说将运用列治文警方的资料库了解该幢房屋，包括该处过去有没有发生其他事故，
以及现实业主的资料等。现场附近一位街坊向记者表示，该独立屋有很长历史，在约6个月前空置，相信是准备拆卸重建。他说，其后未见有人在该屋出入，对于这次发现尸体，他感到十分愕然。另一位华裔街坊则称，周四早上8点，有警车和消防车在现场出现，其后警方封锁了现场一带，令他们出入都要绕到 Old Bridge Way。他说，妻子周四早上曾见到有3个流浪汉在案发现场附近出现。最近一项民调的结果令加拿大人，特别是华人大吃一惊。根据民调公司 Narrow 的调查结果显示，自由党的支持率高达41%，大幅领先保守党近10%。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超过40%的民众表示，特鲁多依然是担任总理的首选，这个支持率是3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对于未来总理的人选，有41.6%的民众仍然看好特鲁多，25.2%的民众相信保守党党领谢尔，6.4%的民众认为新民主党党领饶勉成有潜力，6.5%的民众看好绿党党领美裔，1.0%对魁人政团临时党领伯利尔较为看好。本周一，特鲁多在接受著名杂志《麦克林》专访时回应，谈到了华人热议的申小雨案件，他的反应引起了加拿大华人的愤怒，甚至引起了英文媒体也发起请愿。英文媒体 The Rebel Media 针对此事发起签名请愿，要求特鲁多向华人社区道歉，但是迄今为止，特鲁多仍没有改正或撤回他的公开声明，也没有道歉。最重要的是，他的支持率竟然有升无减。有分析认为，可能与当下的 NAFTA 谈判有关。美国和墨西哥8月底谈成协议后，美国计划与墨西哥签署正式协议，如果加拿大在9月30日前加入，会被包括在内。但是有4名熟悉谈判内情的人士表示，如果没有重大突破，这周不太可能达成协议，如果没有突破，加拿大可能被排除在外。美国总统川普一直以来的言论和政策持续来看，他不单只轻视和加拿大邦交，还存在欺凌加拿大和找麻烦的心态。于是，在关乎加拿大绝对利益的 NAFTA 问题上，任何自由党籍特鲁多的反对者都应该放下成见，枪口对外，捍卫加拿大的利益。这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对特鲁多的好感和加拿大国内的团结。对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继续强调，他宁愿没交易，也不要坏交易。虽说加拿大政府已经开始妥协，不知道在自贸协定谈判中，加拿大会不会做出过多妥协，或者与美国谈崩？之后特鲁多的民调支持率还会不会这么高？还有一个调查也与华人认知相悖。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知名智库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和多数欧盟国家一样，加拿大人仍然愿意接受难民。74%的加拿大人支持政府接收难民，22%的人反对，4%的人要么说不清楚，要么干脆拒绝回答。可见华人的声音仍然不是主流。看来要想华人的声音得到重视，让华人支持的候选人上台还任重道远。随着网络时代的开始，网晒带动和带火了很多网红、网红店、网红景点以及网红商品。不过有些在加拿大合法的事情，想网晒就得小心了。加拿大一名前职业冰球运动员在网上晒了一张在育空地区猎杀一只巨大灰熊的照片后，就陷入了尴尬。蒂姆·布伦特是一名出生于安大略省的冰球明星，并在 NHL 的几支球队中效力。他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分享了这些照片。他在9月10号的上传照片帖子中还描述自己猎杀这只灰熊激动的一刻。在几天之后的另一篇文章中，布伦特又发布了一张他自己杀死一头驼鹿的照片。他与死去的动物合影的帖子引发了网上用户的批评和威胁，许多推特用户对这张照片表示厌恶，其中一些人还对他发出了死亡威胁。不过这位前明星运动员对网上这些批评也似乎不太在乎，于上周五表示，这就是我们作为猎人和环保主义者所反对的。9月14号，布伦特发布了他收到的死亡威胁之一，管理员认为这些威胁违反了用户规则。育空政府的官员没有就网民的愤怒进行论证，但证实了灰熊的狩猎季节从8月1号到11月15号，而从8月1号到10月31号狩猎驼鹿是合法的。他们在电子邮件中表示，
非居民的加拿大猎人需要使用服装商或特殊指南，在育空地区猎杀黑熊、灰熊或驼鹿。今年早些时候，户外电视节目主持人斯蒂夫·埃克伦德在阿尔伯塔省的狩猎美洲狮也引发了类似的争议。就连前总理斯蒂芬·哈伯的妻子劳伦·哈伯也出面指责埃克伦德。上述两次猎杀动物都是合法的，但也引发了关于狩猎大型食肉动物的文化鸿沟的争论。猎人经常捍卫狩猎，指捕杀动物是一种作为食物的传统方式，而其他人则不赞成捕杀动物。捕猎这件事即使合法，最好也不用这样公然晒，每样东西都是有生命的，何况还是活生生的动物，心存敬畏。警方周四发布的文件显示，今年夏天在多伦多希腊城疯狂射击最终引弹自尽的凶手患有精神错乱，他的这次行为并不出于任何特殊的动机。同样的一些文件需要人员提供的搜查令方能查看，也显示了凶手侯赛因在事发两天前曾因为店铺盗窃而被捕，但却被无端释放。文件还显示，侯赛因在2010年曾三次被警察认定为精神错乱患者。警方整理了一下采访，侯赛因的双胞胎兄弟说到，他的哥哥曾经带了一把枪去抢劫一个商店，并且告诉警方他想要自杀。在7月22号，29岁的侯赛因在最北端 Danforth Avenue 街边枪杀了只有10岁的 Juliana 和18岁的 Rince， 还有13个人不同程度的受伤。文件中还显示，持枪者站在一名女人身上，并且对着她射击了4次，之后他便朝着自己射了一枪。文件中有警员陈述，侯赛因被发现的时候身上的手机响个不停，一位警员接起了电话，才知道电话那头是侯赛因的父母，他们一直在联系侯赛因。警员向他们大概说明情况后，要求他们尽快前往警察局。警方带着一只训练有素的警犬去侯赛因的家中搜查，最终在他家中的一个抽屉里发现了一包白色粉末，很有可能是可卡因。文件还记录了一些目击者的言论，其中一个人讲到，侯赛因悠闲地走在路上，当他对着自己开出一枪的时候，脸上甚至还是挂着笑容的。据了解，这一事件最终是在侯赛因和两名警员交火才结束的，他的遗体就是在不远处找到的。在射击结束后的第二天，侯赛因的父母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他们的孩子患有精神错乱和抑郁症，他们也对侯赛因惨无人道的行为提出了谴责，并且对于此次在枪击事件中受害者的父母表示歉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读懂温哥华，从温哥华港湾开始。真正的本地新闻，即时、最热、接地气。玩玩乐乐温哥华，大温一周好去处，各类本地休闲娱乐资讯，舌尖上的温哥华 ，BC 贝原创美食微杂志，打造温哥华美食地图，温哥华港湾，大温最火的中文网站。